啥？你病院找我要啥？你跟妍希做伙离开啊？好，我知影。张正浩，做到病院的董事啊，叫护士把王妍希住一下，下都叫袂叮当。我看你这个永兴医院的董事啊，这个位置坐袂久啊。我看你今麦爱好好处理王妍希的代志啊，要若无伊安尼常常走出来伫遐乱，唔拿下你的面子，甚至搁会害着无辜的老婆性命。伊这边是对咱下毒，那是咱好运才会躲过这劫的。后一边，伊唔知会搁出什么波。讲你无对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要创啥？我要甲除掉。想不到我当时竟然拜托我替王妍希甲张正浩求情，但阁张正浩即摆变到有可能听我的话。你要甲王妍希除掉？妍希现在已经越来越失控了，伊现在甚至会光明正大再来跳我的台，这就表示说伊已经无带领阮阿妈的感情。照妍希的个性，伊若是想要对付我，伊会直接针对我，伊会去找我上重视的人，伊上怨恨的人。伊上怨恨人就是吴佳文，我上重视的就是阮妈，所以我绝对袂当让伊安尼做。真好，做大代志的人绝对袂当软心。你若要甲王妍希拄着，我会支持你，甚至我会用甲你斗相共。无紧啦，是毋免啦。你对付林家的人，这一届无一届成功的，一届我就起来就好。张正浩拢已经得到名甲利啊，竟然阁想要回头来对付王妍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袂当让伊安尼做。什么事啊？应该是拄好有人经过，无说你拆掉物件吧？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继续回电话。是啦，我是记者，来查新闻的。狗仔就狗仔，记者嘞，讲我啥好听？你手机在响啥？这相片是拄仔翕的。看吴佳文的表情，就知一定看。李辉，我看你的计划就要改变啊！要对付王妍希之前，还是让吴佳文拄着。拄着吴佳文，伊拢听到你的计划啊！你敢搁要互伊喘气？搁再讲啊，对付吴佳文比对付王妍希搁较简单，这是先互你练习。我是把这个机会让予你哦，我不要做到安尼吧。你对伊还阁有感情？不是啦，伊是阮妈客草囝，而且伊巴肚内
还有我的孩子。啊，不过你已经不是他的什么人了。再说，他敢会让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爸爸？而且吴嘉文的个性你也很清楚啦，他这样吃饱营养这么低薄，还会发圣光。假使他若知道这件事，他敢有可能记得着？你若不怕他破坏你的计划，你就会活掉了。别到时阵王延熙无对付，阁母甲互恁妈怨互你这个后生歹定定，安尼你就后悔。我看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先倒来回。想袂到张正浩无耐心的时阵，要借伊的手拄着吴佳文，我看真难。不如我家己叫人动手，吴佳文知影想怎样？等你到机场哦，伊开通电话通知一下哦。嗯。歹势呢，我都陪你到聚会结束，等下先离开啊。这跟你无关系啦，那是有人违规闪坐啦，唔只有慈善拍卖会哦拖遐尼久，啊那无啥结束啊。好啦，你赶紧上车啦，安尼吼较袂影响到你通关的时间。嗯，我先来去啊。会记保安全哦。好，再见。嗨。看起还阁会好，我应该阁一点仔时间，宁愿处理这件代志。司机大哥，我可要去一个所在，那那麻烦你等你头前替我叫完。哦。谢。蔡主任，陈玉燕太太，伊今仔来遮做义工，我是客早间。哦，陈太太哦，你今麦在在讲整理环境，啊，无我带你入来找伊。多谢你。嗯，今仔拢无人，我客户人呢。这地是有这个啊，啊，敢会？都要倒粪扫啊！你伊在楼骹呢？无看人啊！是一朝被蛇咬，好造神。因为蔡韵如愈来愈丧心病狂，害我出门都疑神疑鬼，感觉背后有目睭在搞看。嘉云，真正是出走在男朋友的福利家，那不是伊，在这嘛未到过生的时阵，拢是孤单一个人。这全部拢是加勒比海避税天堂云头公司的主人，你一定够留一挂出产。你若唔老实讲，无要紧啊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查清楚。我可靠你，老老实实甲我讲下，无你看我，我可以同情你，留一寡钱俾你用落。石相，你给我走开！小心，再过一个，给你走了。
我看见无啥，应该是保存在那个箱子。对对，天起来了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娘子为了戏啊！你娘子，你娘子，你娘子！因若是会当为这个糖分来烧落去，安尼就当去停电，搁我这只最后啊，过去的无无万万，来当一笔勾销。